希望你幸福。哎，其实这些东西你不要去担心，我家里人啊什么的。从一开始，我打算来北京给你治病，我就给家里人说了。然后的话，我记得我爸有一次给我打电话，他说：“你一定要把小蛋给治好，健健康康的给我带回来。”我爸爸说过这样的话。对，之前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，对吗？之前是有一点反对的。对，最开始有一点反对，他的身世啊，他不知道吗？后来我跟他讲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，而且小蛋对我家里面的人也非常非常好。你看现在，有科就不用说了，他的父母也接受。那你现在最大的顾虑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跟他分开呢？因为身体的原因，可能我做不了什么事。如果继续在一起，他以后肯定还是要照顾我好几年。我不愿意看他这样辛苦。一定要跟他断绝这个关系，跟他是独子，以后你考虑是否能给他生一个小朋友，跟这个有关系没有？这因为我的原因，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当妈妈。他以后的压力肯定会非常大，其实父母的压力，家里的独子，经济的压力，欠下的债，我觉得我对他来说就是灾难。怎么和别人在一起谈恋爱都是好好的，怎么遇到我他就这样？房子啊这些我们可以再买，因为我还年轻嘛，然后欠的债我们也可以慢慢还。我就想一直陪着你，可以吗？